这把是谁 ？Terry KBB。他把好四个台服吧，这把三个。英雄集会，每一家的艾希都会有冰女吗？哦，哎呦，定个可不可就三才了。彩喽！手套，哦，
Oh no！ 而前面那边如果赢了，会不会是加塞的？那前面的连败太精致。
你看你哦，小巨人。 巨人，小巨人，啊，活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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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 ，love TFT， 我们是最棒的。五六层感觉也没多少，感觉也不到50。 他们拿到40层奖励了。那怎么感觉艾希跟凯撒都是赌钱？ 拿防霜了，装载太多了。
要转凯撒。What the?怎么办？我把凯撒的小牌都卖掉了。早点来呀！
哪家虎蛋的呀？哎呦！哎，我刚才三张凯撒应该是排骨的最后三张了。Thank you.
No prison can hold me. We are made by our choices. Thank you.
艾希安妮卤蛋，我缺攻，攻的艾希发点伤。Oh my god！ 顶级选秀。Oh my god！ 戴叔来了。